我总看他一人打哆嗦了，姐姐。他从哆嗦弄厉害了。我就拿鸡肉肉，我没感觉这儿。天嘞，怎么哆嗦那么厉害了？姐姐，你看看怎么弄的啥事？哟，姐姐吓了一跳。没事。就我刚才没蹲下的时候，他下来，他就直接又倒了。人家的腿怎么弄的是？看，是不是饿了？我喂点。哎，他想吃药，你看看。嗯，弄点。点吃。哎呦，天嘞！我的天！这是饿的，是怎么弄的？肯定饿的呀，你看都瘦成什么样了都。没事，被咬到一手哈。我给你弄了。哎，这地方不是吃到上面了？你看，那是架势啊。天哪，这怎么饿那狠了呀？他不是，我也不敢像咱喂咱弄这狗那喂他，他不是咬到我。他是不是饿的才打呵斥刚才？慢点吃。这怎么回事，姐姐？他也约出来了呀。吐了。啊，他应该是长时间没吃饭，他没也吃这么多，就自己烦了。别吃了，别吃了，带回去，把你带回去吃肉去。哎呀，我可怜了。哎，我的天哪！我受不了，赶紧的弄带走吧。再弄上一把，哎呀，带走吧，走。你看他还不让我走。他肚子在那儿都绑的都特别的硬，太紧张了。他回来都属于特别紧绷的状态。经过自然人的相处，他和我们熟悉了很多了，都。嗯，没有那么害怕了。嗯，对。吃吧，小家伙，接着吃啊。吃饱了。
还喝吧。Thank you.